今天是要出门约会的日子啊，嘿嘿，就穿这套衣服好了，多么的帅气又机灵。这个傻男人怎么还站在这里？走了走了。你今天穿的衣服还真是奇怪呢。你懂什么？万一一会儿路上我遇见什么邪恶的事情，我可以靠这身衣服去打败他们。还有，你怎么还穿着这身风衣啊？不行不行，你要给我回家换衣服才行，你要换成和我一样的，这样我们才是一对。你的要求还真是多呢，小家伙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走吧，请我去吃好吃的。哇，是章鱼烧哎！哎，那个男人呢？怎么跑这么慢啊？哼，老板，给我整个小丸子尝尝。你来晚了，我都吃完了。好吃吗？没有你做的饭好吃。这边新开了一家店，这是卖的什么呀？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不要啊！这是个啥？啊，这又是个啥？这老板卖假药的吧？我停不下来了，我停不下来了，救救我呀！喂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太奇怪了吧！啊，怎么会洒出来？我的身体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啊？你这个混蛋，还不快把我变回来！好的，收到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别担心，喝了它。哎呀，没事的，我先给你喝一口。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也变成这样了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哼，这个怎么办啊？你要陪我，你要陪我。喂，我也是这副样子，不是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如果不是你好奇心这家店，我能够这样吗？好了好了，变成这样也不全是坏处，你可以整个人躺在一块大蛋糕上吃个不停呢。真的？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点去吃蛋糕吧。啊，女人还真是好糊弄啊。